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艺术与科技中心，我们在2013年的年底“罪恶之城”这个跨领域的计划之后，我们开始构思怎么样去结合更多不同的实验室以及内部与外部的资源，去做一个更高实验性的一个跨域的整合。所以我们组织了一个 Linking Lab 实验室联盟，然后去组织成一个新的更高实验性的一个计划。所谓的当代跨领域的艺术呢，它真正重要的不是说概念上的跨越，它其实在我们当代所讲的艺术力里面，它其实是要透过一个实践的过程，它才会产生意义。索多玛之夜这个作品呢，基本上它是由索多玛120天这本非常争议性与禁忌性的小说啊发展过来的。但是我们并不再重新诠释这本小说，而是回应当代性的一个指涉。这个作品它透过一个少年谋杀的故事，去处理了包括像死亡的议题、社会禁忌的议题、资讯如何创造这个世界的毁灭，跟我们如何面对我们自己创造的文明。这也是我第一次做这么长的一个 try out， 但是这个排练完全是在一个对的空间跟对的比例，甚至是完全是演出用的东西啊，演出用的设备来做一个排练。它是一个发展中的文本，所以如果你没有对的东西，你根本没有办法把这个最后的这个故事结构整个完成。所以这些设备有一个完整的排练场来排演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就跟我的演员必须在排练场排演2个月才能上舞台去演出是一样的道理。观众在进入主空间的表演场地之前，会先经过一个具有古典氛围的副空间场地，它所设定的主题是在回应主空间里面的许多的设计。主空间是一个将近17分钟的无人演出的剧场空间，那我们透过声音、影像、灯光、现场的机械装置以及即时的数位互动，去跟观众产生一个即时的一个感官对话。这一个作品呢，在它前阶段的研究过程，它其实都是在美术馆的外面，所以美术馆呢基本上是来收一个成果。结果没有想到在美术馆里面制作，然后开幕之后，然后还有管理的这个问题，这个时间轴呢反而对于美术馆的专业来讲，它其实形成了一个过程性的发展。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把我们过往的经验跟对未来的一个想象结合成一个更高实验性的一种创作的可能，希望能够呼应未来艺术的可能的想象。那这个也是推动我们做出不同于以往的一个实验创作的一个动力。